我是那个丰心子病精神病院院长兼主唱，我是宇轩。啊，你要帮别人介绍哦。然后那个是 rap 手一浩尊。哦，是香菇。香菇。rap 手二香菇。海伦。然后是 bass 手一 T。还有那个吉他手 Kevin。然后沙沙手曼曼。然后光狗手彩文。我介绍完这个世界，如果有太多抱怨，跌倒了就赶紧去往前走。为什么要唱到脆弱的堕落？请打开天，看看多少人，为什么要努力勇敢的走下去？我们是不是该知足？这些意义却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所以在大家和我继续奔跑。我想将神话的梦不知道，要不让以后常带着你逃跑，时间的约束还有你的依靠，加班回到过去的美好。